沙滩上放眼望去，满满亲子游客，暑假到了，家长遛小孩，挖沙玩水，看沙雕。苗栗通霄海水浴场沙雕艺术节登场，可爱石虎、客家圆楼，全是苗栗特色文化，一共有数件大型作品。这沙雕也很好看啊，第一次举办大规模的沙雕，就是整个腹地大，没有像芙蓉那么大了，对，可是也还是很精致。民众边玩边拍，但太阳火辣辣，大家时不时跑到廊道乘凉。为了海边冲一波，民众帽子、阳伞拿出来，小朋友也穿上长袖泳装，全有备而来。我出门前有擦防晒。然后难得不戴帽子的我，今天都特地戴上帽子了，而且那个沙子踩下去超烫。虽然上午热爆，不过周日周一冷心低压通过，大气上冷下暖，午后对流增强，恐有局部大雷雨。说时影像拍下天空乌云密布，彰化六日午后就下起了超大雷雨，风强雨骤，方院道路还淹成小河，天气可是说变就变。记者陈寿成，广播网上 S3 小组苗栗彰化采访报道。